姚彩颖老烟照夕，拍拖莫子仪。台湾艺人何其多，这两位你有多久没有关心过？苹果这就关心到了很久不见的那个谁啊，想不起来。是去年很衰被卷进淫魔李宗瑞案的姚彩颖啦。他昨晚吃饭拍拖的对象也是个边缘型的艺人啊，莫若章子怡的莫子怡，听过吗？无论如何，现在你听过啦，记住喽。31岁姚彩颖在跟一个叫章子怡啊，不对，莫子怡的家伙约会呢。他俩3年前合作过电影《一个夜晚》，听过吗？无论如何，现在你听过啦。没想到就这么对上了眼，暗中发展了起来。两人不舍得上车，处在停车场畅谈许久，笑呵呵呵呵呵，这么乐观，难怪可以在演艺圈活下去啊哈。接着就看到姚彩颖恢复了本性，重新擦亮哈耶名模的招牌啦。姚彩颖出道以来烟不离手，始终如一。妙的是他还跟萧淑慎一起担任过反烟毒大使，回头想起来啊，也是个绝配呢。现在夹了个骑机车的莫子仪来配名模也甘之如饴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中途呢下车买个凉的，姚彩颖再度展现了惊人的烟瘾。他从包包里掏出个疑似电子烟的玩意儿，吞吞吐吐爆你汁哦，他5分钟前才抽完一根真的烟呢。你有没有这么爱啊苹果娱乐啊，哎呦呀，宝宝。